级汽车。外卖难题。面来了，两位客人请慢用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呀。当然了，这可是百年老店，从我爷爷的爷爷开始就是做面条的。这就叫美味面条哪里找，标记面馆味道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退钱。这位客人，请问出什么事儿了？哼，你们看，我点的面条竟然变成了这样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美食在眼前，我却吃不到。好饿呀。真是对不起，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处理。怎么办怎么办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呀。别着急，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。企鹅们住的地方实在太冷了。是啊，看来需要一个能保温的道具了。有了，这个任务就交给超级汽车吧。出租车妮娜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电子保温箱。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雪山雪山像座城堡，雪花雪花飘啊飘，雪人雪人挥手微笑，冰雪世界真奇妙。出租车啊蹦蹦跳跳，迎着风雪向前跑，出租车啊从不迷路，跳啊跳啊就到了。请享用吧。山像冰淇淋，雪花雪花亮晶晶，雪人雪人有点淘气，冰雪世界真美丽。大货车啊车厢大大，所有货物都装下，大货车啊不怕辛苦，碰上车就到了。我们的面条在哪呢？面条当然是现做的才更好吃了。面团面团拉一拉，面条面条长又长，浓汤浓汤咕噜噜，番茄萝卜蔬菜多。快来快来尝一尝，我的面条味道香。快来快来尝一尝，我的面条有营养。吃得真饱啊。再见了各位，下次想吃热腾腾的面条记得呼叫超级汽车哦。没错没错。